挺好，我是金公公，这个我们 Robert 回去占的新房，酒店是供电风空调，这样看来空气清化器看到了吗？潮湿的，整个清洗大小看到了，这个有小仓库、衣柜、储柜，一二三四个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冰箱呀，冰箱是吧？水池、滚筒洗衣机、电磁炉灶。呀，这个是雪柜，很大的一个雪柜。那么进去看一下卫生间，洗脸台、马桶、洗脚间分离的，是吧？洗脚间分离。加上面看一下，loft 看一下，加上面 loft 看一下，上进去，这样进去就还有这个是化妆台，这样进去看一下 loft，都看过了吗？loft 1米2的 loft，1米2的 loft 都看过了。1米2的 loft，下面情况是这样的，潮汐的情况超级漂亮。晚上，这样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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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为什么？这个是里面可以进去的，这个可以出来。这，哇塞，金公公，